Hello，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静姐时光台，我是张小雨。那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升级后的结果吧。红色加蓝色好强烈啊！啊，戳死自己的混蛋！俺不是故意的。队友如此强力，你怎么放过这家伙了？他还在啊！没打中这一只怎么办？落石，雷电。我自己的人又被我自己弄死了。我感觉升级之后好强力啊！自己人太多了，我反而不好攻击。太简单了。接下来应该就是最后的 BOSS 了吧？
有什么升级的呢？好吧，真的没钱了，可以打。前面，哎，为什么没有雷射？为什么没雷？为什么没雷射？这样我不就只有四个武器吗？为什么没有雷射嘛？哇，那我觉得我还是没得打，这个太弱了，这个怎么办？哎，等等，原来结冰以后怪是立刻被打死的呀。哎，上面的龙玩的好开心啊，怎么着？哎，这不是 BOSS 吗？他不就是 BOSS 吗？快住手！你想对我的城墙做什么？哦，原来是刚刚那一波是最凶险的，那一波过了就好说。哎，这样我就懂了。啊，好吧，这样还有下一个关卡吗？Their battles were finished, the victory secured. Hopes were high that peace would endure. 就是战争结束了，怪物死了，坏蛋死了，英雄赢了。And gathering clouds appeared in the sky. Under their feet, the ground buckled. 发生了什么事儿？地震。And from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a monster. 这是什么鬼？一只什么奇怪的怪物冒了出来？突然就变成对抗恶龙的故事了。
应该赢了吧？啊，好的，我们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已经搞定了他的整个这个单人的剧情，剩下就是一些里里扣扣的小关卡，比如说像这边有一个这个。有一些零碎的小关卡，像这个我打不赢。这个我打不赢，这个我的等级打不赢，他的精英怪这太强了。啊！我只能说，这个之前英雄没有升级，就是那么弱。我看看我能不能。野猪关，我们的英雄要立野猪。这个就简单很多。关野杀精英野猪还没出来，还有个精英野猪。20。出现了精英猪，没有连击的。这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赚钱关卡，但没有我发现那个关卡好用。30连杀，并未达到标准。好，看看、还有什么是这关我解不掉嘛？这个我解了，这个也都解了。我不知道这一关到底是怎么样才可以解锁。我前面几乎……这个我没有打，打一下好。蓝色镭射光。我们把羊拿掉，但我现在有点穷。
好吧。只是有点这个有点穷。哦，这就是猎鸭的那一关。哎，猎鸭的关卡我居然没有玩过吗？这又是什么？什么鬼？大胆！大胆鸡们，大胆鸡们，哪里跑？什么愚蠢的关卡呀，这个。这应该就是。这应该都是一些奖励关卡吧。额外附赠的 bonus 关卡。哎呀，怎么跑那么快？看他插野猪，我都有点饿了。别跑！好，让我的如果把所有的关卡都解掉，他会不会出那个最后的那个锁住那个关卡？好奇怪，这我刚不是打了吗？
哈哈，哪里跑？跑了，那小猪真的逃了，可恶！这个是要保护珠宝，那我应该要升级一下。好，开打！哎呦，遭到自己人了，小心一点。戳不中，我的士兵呢？哎，等等，你是谁？Oh!
这关要打多久啊？好，打完了。就这个游戏馆今天就结束了。那我明天要开两款新游戏。明天开两款新游戏。我等一下再来看是开哪两款。这个游戏干嘛？还是没有开最后的解锁这个关卡。为什么呢？最后这关到底是什么呢？这关还没打。这是干嘛？哦，这个好像是站在我们家的角度去打地方，这个意思。自己人，真是。哎呦喂啊！我还是不要打楼下。还不塌，这么坚固。好，我应该是把所有隐藏关卡都打了吧，检查一下。这个我还没有打吗？没什么好说的，直接派这个。什么？我都派出了。
我按照又按照之前的爆炸了吗？太坚固了吧，敌方。炸哪里好呢？炸这里。炸这里。戳死那个施救兽，啊，好像戳到自己家施救兽。我的炸弹，空军好强力啊！这个游戏设计的最让人感叹的一点就是，他的武器可以攻击到自己的敌、自己的军人，可以攻击到友军的。一般工程游戏不会设计攻击到友军的这个攻击技能，可是他的攻击技能都是针对友军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哇，这样还不塌？这样还不塌？这里是我的兵怎么都消失了呢？这样还不塌？哎，竟然攻击我的，竟然攻击我的炸弹！嗯，哎，所以我还是。无法解锁这一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总不会告诉我说我要所有星星拿到才给我解锁吧？没有那么坏吧？哇，那我真的是没法打了呀！没法打了呀！好吧，那看来我这个游戏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因为我们要打这个是可以打线上的，或是这是生存模式吧？这个。这应该是生存模式吧，无尽的旅程之类的。啊，这个不想玩这个，好吧，那就这样吧，今天这个就到这边，那明天我们再继续。下架面见，拜拜。